每个人都可以获得，等一下想吃饼干的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片，直接取用一片。然后呢，我们每一个车，因为我们要巡回一次，每个车我们先开放五个名额，可以来跟我们做互动游戏。第一个游戏叫做李三对对碰。啊，什么叫做李三对对碰？因为我们知道在野外遇到野生动物很难，对不对？然后一次遇到两只一模一样的更难。所以等一下，如果有人直接翻起来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话，就可以怎么样？就可以把整车带回去，这样子小姐就不用服务了，服务到此结束。不是这样，所以呢，就是如果很幸运的遇到两张一模一样的动物，就可以自己选一个最喜欢的点心。那如果没有的话呢，还有第二次的机会，只要认得手上的这些动物，一样可以获得一个点心，这样好吗？好。如果都没有，都是动物，也没有抽到动物，这样就会很沮丧。没关系，在我们的林务局生活情报站 FB 打卡，也可以获得一个点心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大家可以自己先打卡。小朋友要先，有小朋友要来玩的可以先过来，我们开放五个名额。耶，打卡打卡。里面有没有小朋友？没有小朋友。好，没有。